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今天我又研究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出行方式啊。建筑师和金字塔召唤师在上一期就是非常好用的一对搭档，这一次我还是要用到他们俩。他们俩组成的围杀效果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千年杀。用围墙先困住数据人，然后再用金字塔把它顶出来。当数据人以为自己已经自由的时候，圣甲虫就会源源不断的冒出来结束他的生命。如果觉得上面这个效果还不是很过瘾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这里还有第二个方针，咱们这一次加上恐惧之王，这样打出来就是双重千年杀的效果。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数据人被冰锥刺中以后，圣甲虫杀出来的这个画面。如果圣甲虫还没有干掉数据人，它掉下来以后还会落到金字塔的上面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套围杀阵，这次咱们要用到的是女王的屏障技能。屏障技能虽然是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是围起来就可以产生一个挤压的效果，这种挤压的效果就具备了一定的杀伤力，最后就连自己人全部都会被挤进去。下面咱们再增加一些甘道夫，让巨人武士也来体验一下被屏障挤压的效果。现在巨人武士全部都被挤在了一块，并且身中闪电，他们的身体此刻已经是一个扭曲的状态。闪电是可以穿透屏障的，但是巨人的身体是出不来的，这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。所以围杀阵玩起来可以千变万化，各种搭配。那么现在咱们试试能不能用这个围杀阵来解决超农呢？超农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咱们的屏障根本就无法挡住它。现在只能依靠甘道夫的闪电先把超农的速度降下来，接着再用屏障困住它。但是想要尽快的解决超农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用屏障挡住它，不让它突破屏障，最后只要稳稳的把它推下地图就 OK 了。哎，超农目前直接是被推进了墙壁啊，看来是有希望的。果然是不负期望啊，此刻的超农已经是放弃了抵抗。如果大家也有非常有趣的搭配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幽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